导航，带我去广东找个老伯。车都坏了怎么去？哪里坏了？车辆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着，你先拿去修吧。啊，这种小问题用得着拿去修吗？我自己都会修啊。那这不就好了吗？发动机故障灯已经不亮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哪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会修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别给我唧唧歪歪的，等我打你。来呀！你再讲一句，我丢哪来？我今天我就废了你！我丢哪来？你不要这么暴躁，冷静点。我告诉你，别给我带管，不然你就洗了。活该你没有老婆，准备去养老院吧。不是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